要不要起床了？起床了吗 ？Goodbye。还有狗狗在舔小桃的。早安。谁一早就变这样？这盒子，台湾制造的哦。六个手作芋头脆皮酥派，团购美食100强哦。看起来是有点厚度的，小火就好了。好，加点油之后撒点水，然后盖起锅子，等一下再撒一次水就可以了。好，这边加一点油，所以我用喷的。好，我翻好面了。餐做好了，韭菜盒，或者是芋头酥饼，加蛋。看看内馅，真的有芋头哎，这边都是芋头。吃你的早餐。芋头比想象中还要多，就咬下去会有湿润口感。好吃对不对？其实不用加蛋就很好吃，但加蛋我会觉得比较增加营养价值。但是要说这个是甜的，所以不要再淋酱油之类的了。韭菜盒的皮有一点厚，所以整体会觉得它的调味比较偏淡一点，但是里面应有的韭菜香气，然后冬粉的香气是真的还蛮台的，就很还原台式的感觉。那我们就简单吃早餐咯。你要去哪里呀？动物园，看你的好朋友们。蓝天，然后树都黄黄的，秋天真的太漂亮了。妈妈，你想骑马吗？不要，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我们今天呢，到了 San Juan Capistrano， 在尔湾南边的一个城市，大概开车十几分钟的路程。因为这边有一个农场有开放，然后有许多的动物，所以我们就想说周末来这里走走吧，不然一直在家里好闷哦。来看看可爱的小动物，走喽。然后这边是售票区，疫情期间可以扫一个 QR code。然后会上网去填一个那个免责声明。好，这个农场看起来很有氛围，而且整个营造的干干净净的感觉。这个是对鸵鸟，把你喂好了。八岁九吃胡萝卜吗？有吧，它只是有马不能吃而已啊。哎，有哎。我的好喜欢。那我帮你喂你，你再伸进去一点。对。小猪嘛，迷你猪。不要害怕的，对，它不会咬你。哎呀，两只猪都来抢了，你要瞄准它的嘴巴。它没有吃胡萝卜，你看，喂它。哇，吃胡萝卜！你看它胖了，超级胖，有没有看它身体？说人家超级胖。它身体超胖，爸爸害怕。对。然后中间这边都是天竺鼠，它们的腿上可以抱着天竺鼠。好，我们进去看一下天竺鼠，这里有好多，好可爱哦！他们那边走走走走走，很可爱。哦，好可爱。Is this Prince? Yes. OK. Gotta sit all the way back up against the wall. OK. 可以坐后面一点。哇，好可爱，好可爱。咯叽咯叽咯叽。顶我，顶我！他们没有给我食物，还想摸我。
等你唱 verse OK。哇！哦，它力量好大哦。是啊，是好好吃，好好吃。你看，你要把它那个弄小 piece。好，小 piece 好，因为它比较小。你看，哥哥哥哇，苹果好好吃，好可爱。有一个好可爱，这个是老鼠哦，你一直很喜欢的老鼠哦。老鼠干。老鼠。来。他的手手，他的手手也很可爱，手手好小哦，就好像一只兔子哦。对啊，你看吧，我就说老鼠很可爱，老鼠很可爱，然后大家都在抱抱小老鼠。哦，你怎么跑到 Derek 腿上了？啊？嗯，他说苹果好好吃啊，苹果好好吃，对，真的假的？给我带回家。好，点头。好可爱，好可爱！他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吃好快哦！你要喝萝卜吗？他什么都要吃，有没有很棒？他都不挑食。等一下，我要跑去相机，我们要跟他合照。等一下。好，我们喂完他吃了很多美食。你们要吃汉堡啊，拜拜喽。拜拜。OK。OK， 我们 check the car real quick。我到 B 的卡好。Hi， hello。Hello。I don't want you。这超级厉害。哇，这个也太大了吧！哇，它尾巴还会摇摇摇。啊，你喂那么小的，哇，它会咬到你手手吧？好可爱哟、喔！哎，是可以。大风，苹果他应该会喜欢，因为 Action 也喜欢苹果。他说我喜欢，我好喜欢苹果。喂一下，那里他跳起来了啦，他整个到越狱了。你喂我，喂我。你前面喂他，你就放掉就好了，他咬到就喂我。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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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你别嘞。两秒就吃掉了。他会闪。他说你不要摸我。对，他会闪。我只要吃。又来了，这么多个，这个，伸到白的那边，对，耶耶耶！他们三个头在那边怎么办？好，赶快趁现在，来赶快趁现在，耶耶！哦，被抢走了，被抢走了！都没有知道，好可怜。抢，你又要抢，你很奇怪呢，你。呀嘿，成功了，成功了，耶！你喂到了，整个都爬上来了。快给我，快给我。花椰菜，花椰菜好吃吗？呜呼，嗨！你要不要喂它吃蔬菜？好大，好大，第二妈妈，嗨。来，谁？谁觉得好恐怖？谁？今天有他的 piece。 嗯，摸它好舒服哦。你摸摸它头，嗯，好舒服。很像枕头，对不对？给你了，收哈，收哈，给你了，都给你了，给人家摸一下，跑掉了。它尾巴好可爱哦。啊，这边可以洗手。啊，这里的氛围营造得很不错。然后这边还有。挖土机可以玩，这边可以搭小火车，会知道圈圈。哎，这后面这个很酷哦，它有点在捞宝石。欢迎的 hotel， 欢迎的 hotel， 等呜，太吹哟，耶！你被警察抓走了。Stay here, I'm the policeman. Yeah.这里哦，看起来像是迷宫哎。对 ，This way， 耶！啊，小朋友都宁愿玩家隔壁公园就有的溜滑梯，这么好笑。对，我们要付15块才能进来玩。付15块进来里面玩公园的。公园免费的溜滑梯。好了，就让他们玩一下吧。哇！哪一个？这一个。屁股有没有痛痛？
这里的车站很酷哦。对啊，它是火车站，然后就只有自动售票机，但是火车会停下来，你就变成自己自助售票之后就上火车了，很酷对不对？就是没有人服务你。不过呢，这也要是因为加州天气好，因为这里一年大概只下30天雨，那我们根据我们住了一年的经验，基本上都只是毛毛雨，也不会下一整天，可能就几个小时就结束了，天气真的太好了，所以他们才有办法就是有这么多的建筑啊设施都直接露天在户外，完全不用管天气，因为天气就是这么的好，这真的是这里最宝贵最贵最贵的主要原因了。很赞了，火车来了耶。哦，对呀、啊，那怎么办？小姐，大家都好紧张，大家都好紧张哦。好，他赶快退走了，吓死大家了，吓死我们了，好恐怖，大家都超紧张的。他现在赶快跑走，然后火车就停在那边了。哇，它是双层的耶，这么厉害。冰淇淋店，哎呀，冰淇淋店就有我们。I have Florentine cookies. Unicorn flavor. Wow, unicorn. Cafe. Got chocolate. I have 那个奶油 I have peanut butter. Unicorn 是什么味道啊？不知道。不知道。甜甜的而已，是不是？色的是什么口味啊？ Mango. Mango.妈妈也吃吃看。No， 没有，哪有这样的？两个叉子都你的吗？要分享。好。谁录好一下？哇，它的冰淇淋真的有在吃芒果果肉的感觉，很浓郁哦。好，我想要吃吃看 Unicorn。在美国小女生都好喜欢独角兽，因为小桃的他们班上有一些可爱的小女生朋友，所以她就也喜欢独角兽。独角兽口味是彩虹的 rainbow， 芝加哥对不对？嗯，应该就像是香草冰淇淋，然后加了一些彩色的那个糖果，把你们两个混在一起吃。刚刚我们从动物园那边走过来的时候，看到这个街道，然后就直接先看到那个冰交道，好像天堂，他觉得这里太漂亮了，像天堂一样。天堂，因为我都可以吃好吃的东西，吃好吃的东西。你看你现在，小桃的现在的门牙两只都掉了，好可爱。然后他们学校那个很贴心哦，他们老师把那个缺牙的小朋友全部聚集在一起拍照，哇，好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孤单。好，我们有一块巧克力蛋糕。这是 chocolate truffle cake。哇，刚好买了热巧克力，这个很烫，等一下好不好？所以这么好笑，喜欢奶油。喜欢奶油。哇，这棵树已经要200岁了耶。的店，这么好漂亮，对啊，这里好漂亮哦。这里是卖很多装饰品的，好漂亮哦，好可爱呀、啊，这都是圣诞小装饰。这里的公园。还有假装骑马的，老爷，你成功了，你征服牛了。One hand hold here, the other hand goes like this. Yeah. Go, go, go. 谁那么 crazy? Hi, my name is Woody. Your name is Woody? Yeah, I got all my horse. Woo! Run faster. You have to tell him to go faster. Go faster. Go faster. Or say bullseye.Go faster. This is too hard.
That's right. Okay, Daddy will grab you if you're falling. 脚踩住了吗？好。Oh, right now. How do you jump down? You have to hang from here and then jump and then get down. But I don't know because I am on this way. Then too bad. You can sit. Okay. And then go down. It's okay. Yeah! Oh my god. 有没有太恐怖？还有，你还要爬？这样，我来这。哎呀！Good job. 谁这么高兴？ Yeah.他的一上车就睡着了，累翻了。那现在呢，大桃下车去买吃的，我们直接外带回家吃好了。然后今天呢就是简单的记录了我们的周末，感谢收看影片咯，那我们下次见，拜。好，看我们的晚餐吃什么。哇，虾仁炒饭。好，宫保鸡还蛮大份的。小桃的想要吃的炒面，还没有啊，番茄蛋没关系，等你饿再吃。小笼包不是，是水煎包，水煎包。哇，这就给我看，给我看。哇，海雪超嗨的。这个宫保鸡，宫保鸡太辣了，你不能吃。